是扣了点八音，对，就因为那个落地的时候，它那个落法有点杂。对，哦，这边是加了点三二，这样看，其实今天的单人跳跃，我们没吃到他的亏，是，对，都不是。这个后的螺旋线是给了四级了，应该。哦，给了二级。不够三圈吗？嗯。可能我刚才没。对，我们要看一下慢动作的回放，有可能没注意啊。哎，这个给了二级，真的是有点啊。好的，through triple loop 给了一加分了啊，嗯，很不错。这是两个方向旋转的托举，嗯。哦，可以啊，脚底也很深，嗯，可以可以。嗯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，嗯。这个难度跳进很棒，嗯，你这个旋转的，厉害啊，这个厉害，嗯。看看会不会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啊？嗯，
这个因为的确在刚才的这组节目当中的表现非常的出色。他们因为之前其实距离排在第一的匈牙利的分数差了还不到一分呢，所以说咬得非常紧。对，今天要看后面这一队怎么滑了。对了，嗯，帕布洛娃和斯维亚琴科这边压力也不小。是扔了一个什么东西？这俩人没接着。